接下来下一组呢，就是又是欢迎到我们第二组的艺人要上台啦。在少心目中呢，她是一个女神，所以我很尊敬她，赶快把我衬衫穿起来。你们知道是谁吗？长得又漂亮，歌唱的又好，对不对？太让人嫉妒了。她是谁？那我们要最热情掌声欢迎朱丽青。你可以祝福我，你可以靠近我，你可以拥抱我，你可以牵引我，我这样还够，我可以承受，我可以不敢我，只有在你面前，我便会放肆，寻找相对的时候，我真实的感受，有你想认识我，你想什么，我无所谓。真的是太棒了，就像女神降临，对不对？漂亮不漂亮？唱得太棒了！谢谢中正所有的同学。今天晚上还开心吗？我也超开心。见到你都融化了啦！哎呦，我的天哪！当然，今天中正高中呢，这50周年的校庆啊，这舞会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朱丽青来到这边。是中正高中生日快乐！耶！而且呢，我们要这些东西，我们朱丽青今年我也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对，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发行了人生第一张专辑，是，而且那个主打的存在的力量，对，我个人很喜欢，谢谢，而且还是你自己写的词曲，对不对？真的，讲到这里就要鼓掌一下啦，这么会唱歌还要抢人家词曲的市场，没有，不要这样
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是有才华就不要再掩盖了，对不对？我们就当然要赶快把最好的奉献给同学们啦。好的，好的，那么大家喜欢。对啊，那当然同学们也想要知道说，因为朱怡婷也很忙嘛，今天百忙之中来到这边。那你如果说之后有其他的活动，他们要去哪里可以看得到？好，最方便的方法有两个，通通在网络上。第一个就是在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搜寻朱丽静，会写吗？会。是伶俐的丽，不是美丽的丽哦。好。OK， 然后或者是可以去那个后援会的论坛，里面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行程啊，或者是最近表演的一些照片、影片的记录都很多很多。有，我个人也有上去看一下。谢谢你，谢谢。对，所以同学们呢，赶快拿出你们的手机，马上就赶快上去按个赞啦。对啦，按赞，然后记得帮我分享一下，谢谢。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哎，我也要过来，跟着讲，耶，拍起照来了，对，耶，谢谢你们。好的，那第二首歌曲要带来什么？好，第二首歌要唱抒情歌给你听，叫做《一千万次的泪水》。会唱的同学要大声一起，好不好？多伤悲，忍住崩溃。
谢谢，我也爱你，谢谢你，谢谢。今天很开心可以站在这个位置，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你是在笑啊，或者是很认真的看着我，或者是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这边都看得到。还有手上拿了什么？哦，手机，我爱你，谢谢，我也爱你。什么？还有刚刚那边非常整齐有力量的挥手，谢谢，我看到你们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你说什么？我当你女朋友？如果我说好，你就要害怕了，不会吗？你是我的忠实歌迷吗？有多忠实？不知道，专辑有买吗？没有，先去旁边排队。我们先考虑。好的，今天很开心可以。今天明明人就很多，然后明明就有一个很大的舞台，但是看起来很像是可以面对面聊天的感觉，好神奇哦，中正高中。好，握手。好，好像有一点距离。我跟你说，今天你要签名，他们跟我出越来越多难题，就是我们隔很远，说要签名。飞吻这个没问题，有哪里要？那你要接到啊，你要有接才行。哎呦，哇，太幸福了啦，真的。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台上，就是用这么零距离的方式唱歌给听海报。好，我还有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在专辑里面就是刚刚杀手有提到的自己的创作。这首歌有一个简短的分享想要告诉你，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心里最想要实现的那个梦想？现在想一想，有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最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如何找到呢？当你想到某一件事情，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做，但是你幻想你达成它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心跳加速，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紧张，那个就是你最想要的。只是现在我们离它有一点距离。当初这首歌，它会出现，就是因为当我发现我竟然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到我最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时间过得好快。放弃我最有热情的事，就是站在台上表演，唱我想要唱的歌，说我想要说的话，然后带给你满满的感动，让你回去之后还可以记得我今天在台上给你的力量。这是作为一个歌手最大的价值。我希望每一个同学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那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确定了你人生最有热情的那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天不管再累再忙再辛苦都觉得很值得，都过得很开心。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你会唱吗？可以陪我大声的唱吗？我要送你一份最有力量的最有力量最温暖的祝福，存在的力量。你的声音不可以停下来。
我相信呢，在场所有同学都感受到朱立静给的温暖跟热情，对不对？而且啊，尊敬当当的一番。